总统蔡英文2019年过境美国时，跟纽约侨界晚宴，现场来了1100人挤爆会场。如今这场景又要再现。总统将在台湾时间30号在纽约举行侨宴，规模将比照以往预计办700到800人的聚会。另外4月5号也会在美西洛杉矶举行侨宴。在华府的乡亲呢，有打算呢包一部游览车到纽约去跟总统见面。台侨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兴奋，就是总统可以再度来访问。有侨胞要开10几个小时的车程到纽约，就是要看蔡总统一面。毕竟台湾总统回违3年多再度访美，侨界报名踊跃。但美国警方也已掌握情资，亲中团体将举5星旗到饭店踢馆，侨胞不敢大意，预计号召上100人来助阵。侨界的第二代有一个 meeting 跟总统谈，第二代的人就是已经他跟台湾没有感情了，希望台湾政府就跟第二代的关系密切一点，让他们有归属感。据了解，总统将在美东跟美西各办一场侨青座谈，聆听在美青年心声，同时传达政府过去的努力，尤其防疫成绩、经济成果、民主成就，让台湾站在国际被世界看到。另外2019年侨宴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出席力挺，今年不排除会有多名挺台国会议员出席，邀请不同背景、不同世代、不同社团族群的朋友都能够共同来参与，肯定蔡总统过去几年的政绩。总统访美，侨界热烈期待，期盼英式旋风席卷美国。三立新闻刘爱健由播台报道。